错误，你要死啊！尝尝我的手艺，可好吃？对不起，我不会控制火，不会控制脾气。巧了吧，我脾气也不好，咱俩谁都别嫌弃谁。对不起，之前。大哥。对不起，原谅。那我就是不原谅的。这样，原谅。你跟谁学的？春眠。我说你怎么突然开窍了呢？人家那是夫妇。不是吗？我们，做我，娘子，拉木，喜欢你。娘子，烟花，村民学的，拉木烟花，只为你放。你相信我，为何？因为在你凶悍暴力的外表之下，有一颗我见过最纯良的心。